Hello，我是雅恩。那，我这个暑假打算做一个企划，就是，去，各个我比较常去的一些饮料店，然后介绍我大概在那里会点些什么这样子。那开始喝饮料店，其实高中的时候开始饮料店普及的时候，从就是自己开的小店到连锁店那种，我都有喝过这样子。所以早期那个休闲挑战，我也有喝过。那后来，近几年5年、10年间，就比较常喝茶类，从一开始的绿茶，到现在比较喜欢喝红茶这样子。那绿茶的部分，我大概多多绿呀、啊，还是那种柚子绿那种，我喝比较多。然后红茶的部分，大概都是伯爵红茶，一定是第一首选。那除非那间店真的没有伯爵红茶，我才会去考虑别的那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好，那第一间我来到的是清新福泉。那其实说很常来，也频率大概一个月会来个2次吧，因为毕竟我周遭都没刚好没有开到那个清新的店，那所以我大概一个月会来 来个2次，但是就是比较固定会过来的一间店这样子。OK，我已经买完了。那我今天点的是乌龙绿的那个微糖微冰这样子。那其实我以前都比较喝半糖，但是后来觉得还是有点太甜，所以就减少到微糖这样子。那今天的部分到大概就到这。